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牛生吃，猪生吃，鱼生吃。天南海北的游客亲身体验傣族美食。酸甜苦辣的，种类就做个酸的东西。感觉我怀孕了。旅游新时空，精彩马上为您呈现。Hello，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为您呈现的《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我是刘莎。如果说这朋友们啊，要说酸字儿，您会想到什么？是青青的柠檬，还是山西的老陈醋？而在云南呀，这说到酸字儿，马上就可以让人想到一个民族。云南人呢，习惯把他们称之为酸傣族。其实啊，为了给游客朋友一个真真切切的体验，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尝试不用外景主持人，而是请这些游客朋友啊做体验者，他们亲手亲自去做一做，尝一尝这傣族的美味佳肴。好的，现在啊，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小短片，来喽。经过多方努力，外景编导终于找到了几位来自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游客，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体验者。这位上海游客就是我们的首席嘉宾，他自己就是一位开饭馆的老板娘，来德宏就是为了考察学习傣族美食的制作技艺，让上海人也能品尝到咱们傣族的美味儿。我们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新加坡的游客，他是一位打算到德宏来投资做玉石珠宝生意的客商。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有来自广西、贵州、湖南和浙江的游客。开始了是吧？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我们傣族的厨房啊，酸甜苦辣的，种类就在这些。这是鸭梨是吧？尝一下，这不是怎么不把它煮在里边？煮在要煮，要煮一下再煮。要煮这个，做个酸的东西。感觉我怀孕了。酸儿辣女哈。那大家想不想动手来做一做？几乎每一位来到傣族村寨的游客，首先品尝到的都是一个酸味儿。这种被游客当作鸭梨的木瓜，可不是那种能够丰胸粗乳的甜木瓜，而是没有一点甜味的酸木瓜。木瓜煮牛肉啊，我做。大嫂，这道菜是属于傣家的酸味菜了吧？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尝了这个木瓜很酸，那酸的吃不下去。现在这道菜我很想学，你能教我吗？可以。好，我们实际操作一下啊。这个酸牛肉主要的酸味还是在木瓜上，是酸味啊，全是木瓜的酸。这酸木瓜煮牛肉，傣族利用的就是果酸，傣族经常用来做菜的果酸还有酸茄、柠檬等等。不过您可别想着傣族就只有一个果酸，傣族的酸谱啊，那可大了去了。这是酸笋，这是酸子吗？酸茄，哎，罐子里面的这是腌制的啊。酸桂，竹笋呢？它是竹子刚刚出来啊，就要那个一尺左右、两尺左右呢，可以呢。它嫩的时候呢，就用来切切。这罐子里面腌的，腌了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呢，它就变成酸笋啊，叫做酸笋。所以呢，很多人都奇怪啊，怎么？因为傣族呢，这个酸呢，跟我们其他的汉族、其他的民族为什么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不懂了这个用煎的这个味道来做我们这个酸的味道啊。那煮出来的味道肯定煮出来的味道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会儿可以做了吃啊。对，没问题，没问题，这是都可以做吃。这是什么？这个也是酸的，这就是那个沙丘鱼。一下，这个沙丘鱼一般我们是怎么弄着吃？这个做着吃？这个主要是。做那个酸笋煮鱼，酸笋煮鱼呢，它是我们傣族这个比较
有特点的一道菜，比较特点的一个、哦、一道菜。全盘酸是把它放到里面去了、啊、把它的酸这个酸味全部全部把它酸味把它煮出来。真的是有一股那种酸酸的味道啊，有点香酸香酸的味道、难怪我们到傣族家里的时候是经常会闻到这种酸酸的味道啊、就是这个样的啊，是的是的，是不是每一家都在腌这个叫酸笋每一家家户户都会有叫、每一家傣族家里都有这个、都有、我们傣族的老人都说酸笋、酸腌菜都是我们傣族的妈妈菜。对啊，对。哎呀，你哇塞，还是好嫩、有点酸的。钻进去就，这个是，所以很新鲜，很生态，很新鲜，很生态的这种。真的会跳啊！哎，跳的换猛一点吧。先放这个菜，这个叫这个芹野芹菜，先放啊，给它香味出来一下，不要忙放。这些的菜啊，给它洗的搅一下，哎，好搅一下呢，哎，再放那个这种香菜啊，这个小菜放了香菜吗？还有水香，这个是水香菜哦，给它出来了，就没有见过，还没吃过呢啊，这个是我们傣族的野生态的啊香菜，那是这个这哎是的红薯啊，那有点红色的啊，红色的红薯菜要放起来啊，红薯尖尖啊，这是水芥菜，水芥菜放，然后把它搅一下，把它搅开，所以搅成那一个。现在的就是我们。哎呀，我也成大厨师了。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傣族的，这个。哦，真的是香啊！榨菜汤啊，榨菜汤。现在可以加盐了。搞成那个酸笋煮鱼。啊，加点盐。盐巴、味精哈。味精不要放的太多。盐巴，但是放太少的话也是很酸的。行了，可以出来了啊！好了，这几分钟一道菜，可以了，外带啊，就拌一下就可以了。你说的，好，可能要可以吃了，现在就可以吃了。我先尝一尝，尝一下，好不好吃？尝一下。自己，我先尝一尝一下自己的菜啊！哎，我们都尝一下，尝一下了吗？烫嘴巴了，太香了，好不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来尝一下，来。这个呢，以前我们小时候呢，经常在放油的时候煮的时候呢，就是放点盐就行了，就是盐生态的蘸水，盐生态的蘸水，很鲜吧？对，很鲜，很鲜的，有辣的、酸的。甜的，还有一股回甜味啊！香的，那我们都自己都是当地才有的。行了，我们先吃到这，待会儿先和他摆了。咱们准备做下一个东西啊。酸笋酸腌菜，说来它就是一种发酵的酸味儿。它之所以被傣族称为妈妈菜，就是在于利用这种发酵的酸味儿，可以做出很多种可口开胃的酸味菜，像酸笋煮鸡、酸笋煮鱼等等。这位浙江游客要学做的就是一道用酸腌菜的汤烹制的酸味菜。大姐，这个是什么水啊？这个是酸水。酸水是用什么做的？那个是做那种小青菜来做。这个是傣族自制的这个酸水，是吧？酸水。然后把这个放进去。先放酸水。好嘞。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放这个骨头。放骨头，就把这一个都放进去，是吧？好。这个把这个放进去是吧？它这个直接就用切呀，还是扭它？哦，这样放进去可以了啊，这样放进去可以啊。哦，好了，把它全部放进去，我是绝对是受欢迎啊！做给爱人吃，这个酸，这个特别开胃啊。放进去，这个也放进去，这个菜花是肯定好吃的。然后最后再放酸水。啊，有这个酸水了，为什么还要放这个番茄呀？番茄也是酸的。就是放给它颜色好看的。哦，有颜色红的是吧？这个叫酸巴菜。哦，酸巴菜是吧？这个菜最适合男人学，比较简单啊。又简单又好吃，好。别小看这道制作简单的酸巴菜，据说傣族女孩从小跟着妈妈学做的第一道菜就是酸巴菜，而傣族女孩出嫁时，妈妈也要煮上一大锅的酸巴菜招待宾客。
你看看，稀罕吧？这酸味菜呀、啊，被傣族呢亲切地称为妈妈菜。它呀，打小呢就伴随着傣族的女孩走过她的一生，代代相传。不过，我觉得更稀罕的还在后头呢。你看，像平时我们吃肉，吃猪肉、牛肉还有鱼这种大荤大腥的食品，我们立马呢就会想出一些其他的这个烹饪方法，比方说像烧烤等等。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傣族吃鱼吃肉的方法基本上是观众朋友们想都想不到的。怎么吃呢？我原来也听朋友给我介绍过，这傣族他们会生吃肉鱼，你相信吗？我呀可在这儿没有跟你开玩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吃的，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的短片来告诉您吧。这个牛肉呢是用生吃的啊？为什么这样？要生吃啊？啊，要生吃吗？怎么吃啊？很高兴啊，今天我看到我们傣族那个牛肉还要生吃，我还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过。扁了一点，扁了一点，然后就将它扁了，整一块的给它，整块了，把它烤扁了一点，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才把它锤碎了，哎，把这个筋要拿出来，是吧？筋要拿掉，把它放在里面去，使劲揉，仔细的揉，实地的揉一下，用力的揉，用力的揉一下，哎，啊，现在是需要放，其他要放什么东西吗？先揉一下再说吧，先揉哈，先揉，好的，把它。好，那其他的看一下。好了吗？可以了吗？缓了个的了。啊，这看的这个，刚才就是我们用那个敲碎过的牛肉和那个韭菜，那刚才放了一点那个辣椒面，辣椒的干辣椒的辣椒面那个放进去揉了，现就揉了这个现在这个样子了。是，这个苦水呢，这个是怎么做的呀？牛苦水是什么？这个苦水呢，用牛那个肠子煮出来的那种熬出来的苦水，比较生态一种苦水。放进去，先放完了，再放一半这么多的话，放一半，好的。哦，那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哈。用筷子把它搅。就先用筷子给它搅，给它筷子搅，搅匀了是吗？搅匀了。那这个叫什么菜啊？这叫沙撇。沙撇是吧？沙撇，这我们这个德宏州傣族最有名的一道菜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沙撇。那今天从头到脚给它做完了，那我待会儿的大家尝尝什么味道啊？这位新加坡游客想吃这条鱼，而傣家的大嫂又会教他怎么吃呢？哎，吃哪种鱼的？你教我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好吧，你做给他吧。生吃的那个还是？我生吃，我怎么我怕嘞？这个生鱼走出来是更好吃的啊！你不用怕，我们快速走来啊。想不到啊，这位品貌憨厚本实、谦虚好学的新加坡游客，在学做傣族菜的同时，竟然有了意外的收获。这可能是把鱼皮敲松了。脊背上再来一刀。是啊。火好点吧。顺着这个边来，是顺着脊背来。顺着脊背上来。慢点，把肉收来啊。把鱼皮撕下来。撕下来。开始撕得好了。你们撕得好了。年在哪里？年走了。就过来。如果年不喜欢我怎么办呢？肯定喜欢吗？肯定喜欢了。我帅不帅啊？帅的。猪也是对的。大家好。再放。这样可以吃了吗？可以吃。这样吃了啊？我尝尝看啊。尝吗？尝吗？你爱吃。我不怕你吃吗？不怕。可以吃。就这样吃了，那我试试看啊。不怕你吃嘛。我先试试看啊。你都可以生吃。我先试试看啊。
鱼的黑身刺，猪的黑身刺，牛的黑身刺，味道好，身刺嘎，嗯，哦，有了嘛？这是那个鱼生吃的，很好吃的，哎，我要回家去做，做出比较，哇，好，好味道，好味道，要不要试试看你们？给他们来，要不要试试看？来，很好吃的，呀，一起的了，一起的了，啊，想着我们一起打架，一起吃嘛。我学会了那个傣家做菜的方法，牛生吃，猪生吃，鱼生吃，我还找到了这个像我们这么好的这个岳母，你看，恭喜你，恭喜你，太好了，恭喜你了，这我太太啊。啊，老爷，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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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羞，不要害羞，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哎，哎，我们像不像一家人？你们看，像是一家人嘛。意外的收获啊，我们今天是。其实这傣族之所以能够把这些荤腥鱼肉都做来生吃，奥秘呢就在于傣族他们会自己加一些自己酿造的米醋和牛苦水这些调味品，有了杀菌清凉还有解毒的作用，所以说这傣族全民啊都可以是饱了口福了。那么除了酸味菜呢，傣族还喜欢吃一种味道很特别的很苦的菜肴，这究竟是什么菜呢？来，我们再到外景去看一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能吃吗？叫苦凉包啊，吃了以后比较凉的，清凉的。那我来试一下哦，切一下哈。这道菜是要这样切吗？对，切是一边边的切出来是吧？对，就这样切是吧？哎，好。好，那这样切就差不多了，都有花的形状在了是吧？还有药哈。来了哈，好。这个辣椒就算，就是这辣椒，辣椒，辣椒。辣椒，哎，香的辣的就在了。我支付，我们给大家拍下这个。哦，这是这样子。好，欢迎李斌，恭喜咱们。啊，发了发了，恭喜恭喜恭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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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一般这个要炒到几成熟就可以了，还是八分熟都可以的。八分熟就可以了哈。那这些花呢？那吃的是苦的，炒完以后吃的还是苦的？还是苦的。苦的是吧？苦的，然后那个回甜回甜的。哦，这小伙子、小菩萨都能做这个饭菜，所以说我们作为来那玩的地方，我们朋友们都一定要男人学会做菜，既能找到好的、美丽漂亮的小菩萨啊！哎，我尝尝。啊啊！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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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看看我们这位小哥，太香了！周大哥，你来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为什么你们傣族还喜欢这种吃那么苦的东西啊？啊，苦的东西呢，我们傣族说是啊，苦了就是良药。那苦的东西呢，不但能吃饱，还有把身体的这个治病。品尝了傣族的苦凉包，这位湖南妹子也迫不及待的要来学做一道傣族的苦味菜。这是苦竹笋，野笋呢？这种野生的。啊，野笋呢？那要怎么弄的吃呢？这个是拿油炸它。油炸。两把放两点灰色吧。要不停的搅是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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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来差不多了，现在要全部飘起来，是不是啊？要等那个野果全部飘起来。料傣族为什么这么喜爱酸苦的菜肴呢？傣族的饮食结构与他们居住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傣族居住的区域，到处是绮丽迷人的热带和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分布广泛，是天然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因天气炎热，傣族喜欢吃酸味儿，可助开胃、消暑、解毒、杀菌。又由于傣族喜欢吃糯食，不易消化，吃酸性的食物能助消化。不过如果您认为傣族的饮食就只有一个酸味，那您就错了。那杜大哥，现在是不是我们大嫂要给我们切菠萝给我们吃吗？啊，不是，就是他，你大嫂他切了要给咱们做一个菠萝饭。没事，动手做一下。对对对。
成了较大范围的饮食交往传统。今天我们大家是做了那么一桌丰盛的这样的傣族的美味啊，美味佳肴，我们先为这个美味佳肴干杯，好不好？好，来吧。我做的是哪道菜？应该是这个，酸的是吗？酸的，酸的啊，酸的还有这个，这个也是酸的。这个是酸，这个是我做的，是木瓜煮牛肉。哦，这个是酸的，它有那么多酸的啊。这个生的啊，牛肉，猪肉，对，猪，这鱼，这是我岳母我们一起做的啊。我今天找到了贤惠的爱人。今天要祝贺你了。好，要表示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这个我们客人来吃这个饭，全部我请了。干了。来，大家再尝一下我煮的这个酸笋煮泥鳅啊！对，年年有余。还要蘸一下，是不是？来蘸这个。都饿了，我们来，味道好啊，太鲜美了，太好吃了。味道真好，美味。好吃，手艺不错。在家的是要吃酸呢。酸的是要咸的，配肉咯，肉么是吃么就亮。开胃，哎，开胃啊！这一桌这里都是吃点苦的，好不好？炒苦凉包啊！哎，这个吃都叫亮，这个凉啊，哎，亮，太苦了。这个是野生的，对，野生的啊，野产的吗？野生的，这野的啊，野生的是吧？野产。不是冻的吗？这个也是苦的，是不是？这也是苦的，这个是，这是豆子吧？这是豆子啊，不是这位美女做的，苦吗？这个苦子啊，吃起来挺苦的。吃了这个苦子汁，这个有什么功效？这个吃什么叫凉，还有的解毒，还有的解毒，解毒，有清凉和解毒的功效。好，大家尝一尝，赶紧尝尝我做的这个苦子，挺好吃的，解你们的毒。好，来尝一尝我做的我们傣家的菠萝饭，挺好吃的，大家来尝一尝。好，来，好，你尝尝，来。来，一定得吃。哎，这个米是那种有颜色的啊，不是，这是紫糯米，我听到说是紫糯米。紫糯米，跟我来吃一点啊，给我吃一点。对，这种是很好吃的，这种。哇，晶莹剔透的，很香啊，真的是。白色的这个是菠萝，还有放了一点花生在里面。好香哎，好香。来，给我来一点。好，都肯定要吃的，都肯定要吃。来，每人吃一点，每次人吃一点。帅哥吃了更帅，美女吃了更美。来，我们来，先不倒。好吃的，这个很好，很香。刚才酸的吃了。甜的吃了，我们现在吃一下生的和菠萝。真的，大嫂，我想问一下，吃这个生肉，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呀、什么的？不会的。这种生肉呢，我们台厨真的是我们自己来煮的，是香煮的。对，我听他们说，傣家在傣家吃饭了嘛？如果说上一道撒撇的话，那相当于你就是最尊贵的那个来宾。煮的有苦。对，很好的。来，我们多吃点好吧？来，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吧。多吃一点，我多吃，我觉得很好吃。今天好吃，真的好吃。我在新加坡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啊，慢慢吃到没打开。好想去新加坡。这个可不可以吃？
可不可以吃这个？还有红点。这个辣椒是跟非常跟辣的，这个是辣，对，辣辣是大香的。还会有几个酸酸辣。刘芳是有几种酸的辣椒，辣喽，还有辣呀。只要是下香的，有点酸，很合适。好辣，太辣了。啊，好，太辣了。哇。我们东北人少吃辣子，还有我这个来自于湖南的湘妹子都吃的这个辣椒，挺辣的，太辣了这个辣椒。其实傣家菜酸甜苦辣深，但是以酸味为主，我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同感？对对对对。但是今天我觉得也非常开心，非常高兴。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团啊，到我们的傣家啊来做客，来做了这一桌美味的话，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我在这里来自上海的啊，我要敬所有的我们的好团友，大家敬一下大家奉献的子儿。谢谢，妹妹打个洞。好的，欢迎回来。在这儿呢，也要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朋友啊，充当了我们今天的外景体验者。其实，如果您想要吃到这些美味的佳肴呢，您可以来到云南去孟定、版纳还有德宏都可以尝到。所以，亲自的体验一下，总比看电视要来得过瘾吧。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12点，别忘了金星啤酒旅游新时空与您不见不散。明天中午我们再见吧，拜拜。散月间。